变的泰国籍成员李坤近年将事业重心转往戏剧圈，日前更首度进军好莱坞，出演大尺度电影《The Moderator》。而近日接受节目访谈，聊到该片时，他也害羞表示希望妈妈不要看，引起爆笑。据了解，李坤在片中饰演一位纨绔富家子弟，初登场就与女星裸着上半身，从床上一路站到浴室。没想到镜头拉远，竟还有另一组情侣上演火辣情欲戏。拍完四人行的场面，不止粉丝们看得脸红心跳，就连当事人谈到该片段时也害羞不已。只见节目上，李坤在向主持人介绍该片时，竟害羞的说不出话，让一旁的 2PM 成员纷纷帮他回答，表示是有点成人、浓烈、大尺度的电影。而李坤则笑说，通常我如果拍电影的话，一定会希望妈妈去看，但我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，只想着绝对不能让我妈看到。一番话让在场所有人爆笑不已。